能跟你一起走到，想想还挺好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。还没亮的天，星星都失眠，看烟火模糊了视线。 你们是暗中保护我的。我担心那些坏人不会善罢甘休，我不放心你。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的世界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碰。让我靠在你右边，心跳如潮。你这样让我觉得。 好像欠了你很多人情，而且谢谢你送我的花。花不是你让雅姨送给我的吗？妈呀，这个雅姨！ 又瞎捣乱，不碍事，但只是做了我想做的事情。不过以后要有这种事情，我一定会亲力亲为。谢谢你啊，林姐。不客气。虽然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。 但这次我还是想尝试一下，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。学会了。 我向你保证，这只是一个过渡期，这次先积累经验，以后我们自己做。那你的长期规划有多久？不只有长期规划，一年、三年、十年的短期规划，我都有。十年对你来说是短期规划，那你的长期规划呢？30年。30年？那到时候我们岂不是都老了？ 能跟你一起走到，想想还挺好的。